果一切都是命，那只能说明有一种人就是不能高调，只能低调的谈恋爱。大马电视节目主持人小玉几年前和小鲜肉陈凯旋的恋情见光就死了，男方还被他挖出劈腿证据，和台湾有米的女艺人到日本偷情。虽然事情被否认，但是还是让他一夜崩溃。几年路，小玉好不容易找到另一个愿意让他重新打开心门的庄维翔，照片一高调公开，厉害喽！立刻惹来一班债主上门。吴天宇可能担心小玉被骗，一时间拆穿庄维翔是个欠钱不还的渣渣男。东方日报独家查访牵扯出庄维翔原来也欠了前前女友李心怡五位数的钱呢。倒不知道一个月前刚承认和庄维翔分手半年的罗艺师，所谓当情人太沉重的分手告白，是否也和钱财有关呢？本小玉认了一个欠债不还的男人当男友，究竟该如何是好呢？游走在这么多女艺人之间的庄维翔，应该怎么都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上头条。是男人的话，就不要只会耍帅，出来讲清楚嘞，不然上法庭当被告的话，可就没有律师造型这么 man 了了。装帅别真的只会装帅呀、啊！如果说错你而被误会了，杨丞琳愿意出来道歉。当然，对象是薛之谦，不是你。薛之谦虽然曾经也被封渣渣男，甚至涉嫌欠前女友上千万，但是无损他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真的是强的。薛之谦最近上《新武林大会》节目表演跳舞，导师杨丞琳轻轻点评了一下，不料却惹来薛之谦的粉丝强烈不满，搞到杨美人必须亲自出来道歉。不过粉丝们，请你们小心，杨美人的爱人李荣浩的创作才华也是很厉害的，小心他写一首歌来 diss 你们的偶像。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其实可以。